Hello， 燕姐妹们，鲶鱼，这玩意儿，鲶鱼这东西皮下脂肪厚，吃起来又香，特别是铁锅鲶鱼铁饼子。这玩意儿咋食性动物？就得有人说这玩意儿是腐肉，不能吃。小龙虾也是腐肉，也没看你们少吃了。嗯，真蛋疼，想开点。还有啥是能吃不能吃的吗？才四分这个是芝士的，刚才吃的是酸奶的，你吃吗？这是芝士炸的，真好吃啊。很酸。刚才是不是芒果干的？这个是芝士的。这个是芝士的，刚才是芒果的。可可的是不是被你昨天吃了？对不起。